个地方。check，OK，check。看，我看那个小区旁边，这边可能会过来。后面。这边，哦，这边的你怎么死的呀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死的。去吧，准备。小心点，门口那有人。走。好。掉三个来了，打死一个，打死一个，上去了。对的。过来了。啊，可以可以，我上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我移动，我移动。哎，前面有一个过去了。She's fire, she's fire. 等会儿有军队友过枪线，过枪线，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。好，我就为了你们打吧，我吃会儿东西。小飞机好多人，然后莫伟有一个人在跑在那个车子后面，然后基父，有人看左边吗？小心被压制，被压制，我们被压制了。小心压制。有人看左边吗？没有，我去右边了。有怪兽后面有一个。小机库很多人在走啊，小机库出来一个人，谁的 AK？ 谁的 AK 声音？攻击强，我没人带 AK， 没人带 AK， 很近地方刚好有 AK 声音。哎，上来，上来，右边，小心，小心，上来了。I see enemy。先勾的 ，OK， 你们两个看着右边是吧？我看到左边，嗯，中间，矮墙这里，矮墙这里，矮墙你们没走吧？啊，我在吃东西，你们先打，行吧？啊，这当众划水。我看一下我在路上没，在路啊，这么尴尬吗？录下了划水的一个。对面机库。太阳能板那边有没有人在走？小飞机旁边。我在抖。小飞机死了 ，OK。右侧的那个起飞的那个板。嗯。好了。嗯，别往前走了，跟我说一声。没有，还没，没那么快，先清往前。看下对面。我去中间先。那是谁？对面跑过来一个。哪里？哪边？哎，没打中，对面。跑过来，对面跑过来，没那么近是吧？林青，你前面挂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你说谁？你刚说什么？什么挂什么？别走，我向前走过。他的大宝贝呀、啊！啊，这。看一下引擎盖下面。小机库旁边的卡车 ，OK， 看，去看看，好远，甚至可以不理他，太远就暂时不理，除非回到前面的沟上呢。右侧安全吗？右侧安全吗？不要站那么，是零七还是自航？不要站那么高。我已经往下走了，我已经在往下走了。好的，我跟着詹姆斯汇报一下你的位置，你在哪？中间。啊 ，OK， 我看到你，我在你身后。OK， 我在你身后。OK， 我看得到我的 AR 线吗？看到，我冲到围栏那里。OK， 我在你左侧，围栏。我回中间。啊，好吧，我跟你。对。OK，
我在你右，我在你，我在你右手。嗯。我操！小机库三十人员。OK。你们准备登机吗？告诉我一声。不登机。我不打算登机。我真的，你可以往前走，你可以往前走，前面有个矮墙，你可以往前动一下。我在你们左边。我在。啊，不是这边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我打算往右边打，我打算往右边打。好的。你往下。好的好的，我跟着 Jameson。好的好的，我跟着 Jameson。等我一下，我看你左侧，你测距离。好的 ，Jameson， 你移动的时候跟我说一声。Jameson， 你动的时候跟我移动的时候跟我说一声。OK。子涵呢？对面那个建筑物上面，对面候机楼，我下来，我下来，二楼有一个，我下来去收那里，两个，看到了，哎，右边那个窗口那里还有一个，好，你们啊，天狗大，左边这里还有一个还没打死，藏。OK， nice job。有 man down 吗？没有减员吗？没有 man down， 没有 man down， 没有。OK， 好，我去下一个掩体了。好，收到。我在 James 你后面。OK。对面有人。嗯，你那边？是。队友打的，队友打的。OK， 好的好的，我确认一下，我就说怎么听到枪。二楼候机台候机坪二楼，候机楼二楼。死了。好，确认死亡，确认死亡。Nice shot， 这枪漂亮 ，nice shot。好，我慢慢往前面那个石头那里走，因为那石头那里可能会被那个狙手看到。Copy。我现在在那个低坑那里。我知道，知道。我先架，我先卡着你这个角度，我卡着你这个角度。Okay， 我看一下我这里能不能把那个狙手干掉先。好的，好的，收到。似乎被开火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还没死。James。他好像是被这，他是被狙击手看到，然后向他开了一枪，但好像没有打中。对，好了好了，我这边还在被压制，但是我已经把狙击手干掉了。那个狙击手不知道从哪里压制。我去矮墙。我没有看到人，我没有看到人，我看不到人。你的右侧 OK。我好像看着一个人，但是我不确定那个是不是太远了，那个好像都到对面出生点去了，应该不是。说是就是。应该不是，他要是人的话，早就他那个是应该可以看到的。嗯。他去探照灯可以打掉。墙的两边是谁啊？我。移动啊！墙的左边。你指的是我？是我，端木。你别人你指着我，别指着我。这是零七还是志涵？现在在我面前这个。我在出生点最右边的那个上坡上。Jameson 移动吗？等一下，刚发现一个。在向登机那个机舱那里移动。啊哈！快，刚刚那个货仓口还打死了一个。你现在去看看货仓口。OK。OK。看到了，马斯巴的。马斯巴，你走好前。转不过来。OK， 我移动。OK， 我就问，然后需要我接近你的角度吗？不用，我们两个慢慢往前倾。
然后小心，就我现在指的这个方向有可能会有很多啊，有可能会遇到敌人，应该有可能会远好的，明所以小心一点。好的，明确。我先开全自动了，我开全自动。我往前站一点，免得两个人。飞机内部的电源可以关掉吗？可能只是打掉的灯而已。你可以关一下。回去关。等一下，我这里看不清那个门有没有关。小心，小机库门口开的。我去你们那边好吧，我现在没人了。你在这里帮我看着，我看一下小机库门内能不能看到敌人。小机库在你后面。我已经看到了，小心，现在有人在打我们，有人在打我们。子涵在后面，子涵在后面帮我们打，没事，应该是子涵的。因为我这边有被压制的感觉，门内还有一个，好了。没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OK。我 reload。我知道，知道。reload。我只是看一下你在我旁边。我喽，拿望远镜看看。室内的话，我先走。OK。这边没什么掩体，所以小心点。OK， 我在你右后，我在你右后。嗯，你看着右边，我现在指的那个地方。Check，OK，check。看，我看那个小机库旁边，这边可能会过来人。嗯，我看着左边。我在这边看着门。我这不跟你们走了。你们现在都到什么地方？Jameson， 你注意一下右侧那个有一个小角，我不确定那个地方有没有人，我不确定啊。是啊，你的枪现在有点危险。左边啊，先等一下，好，在这等一下 ，Jameson， 你在这等一下，看一下，你先看一下那边，我帮你架着右边。哪边？我帮你架着右边，你看一下左边，左边能过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走到那个机库大门。OK， 我慢慢。在哪？边的，不要开枪。马斯巴在哪？马斯巴。机舱门口。门口对吧？啊。哇 ，M110 真的太长了。马克十八还在吗？不在。Man down。我就说了一下，他直接收枪，不给我开枪。太不懂。好，我跟 Jameson 到右手边去库了。我跟 Jameson 到右手边。你先看一会门口，我先往回看一下。好的。等一下。SWD。登机那个楼应该是。对，登机口。三个来了，打死一个，他上去了。就这样。上去一个，没掉。好，那我跟我跟端木先往前走，往机库里面走。OK， stand by， flashbang 准备了 ，flashbang 准备 ，OK，flashbang 准备，小心 ，flashbang。Out， 登机死了，登机后死了，反正死光了。操！妈，端木，你往回看一下。啊？这？啊？这？这又是谁杀的我？啊？我不知道。我想。上移动到那个小机库的楼顶。啊，我忘了一个小细节。小机库的。小机库的。我在那开关在外面。我在太阳能板这里。小机库清楚 ，clear。啊，可以顺便。UAV 呢 ？UAV 呢？你好像顺便把那个敌人血还强那个人了，开关也打爆了。我先休息一下，哎呀，我手好抖啊，好抖啊。有个 AI 去了我们出生点那个矮墙那里吗？他
踹了。嗯，是。其实你不用打这个开关了，它开关在外面，我们刚刚忘记关了。好吧。这附近已经没有了，剩下的全在飞机里了。治安暴力会？哦，不是飞机附近，飞机附近。治安，治安人呢？嗯。你跑过来了吗？我在那个小金库的楼顶。哦，这么快。剩下都在飞机里面。你先别爆点，我们问清。对对对，我意思是剩下都在飞机里面，剩下的地方就不用清了。哦，剩下我就不会再爆了。好，我们集合一下，我们集合一下。志涵，你在哪？汇报位置。我向志涵的楼顶走，我们去那小区库的楼顶那里。我们在小区库里面集合吧。小机库，我在小机库啊。哦，我进来。他在小机库外面。Okay, 我进来了。对，有机就有机。是我。然后志涵在我们头上。对。啊、你下来了。哦，你下来，那应该在这里下来的，你是。啊，对对，是我。OK， 是三个。你怎么又进去了？出来。对，我们三个，对。然后你们要试一下把那个飞机里面的电源给关了先吗？这在哪？电源在这里吗？先解码短枪。在飞机里面的电源在机头下面前轮旁边有个电箱。我操！你们抖我的枪在？你把枪扔了，它就不抖了。好了，已经不抖了。这好奇怪的 bug。So where's next？ 我们慢慢靠近机头，我们准备从机头登机。Copy that。你们要打算关电枪吗？关，必须关。Oh sorry。嗯。走了。我在里漏点。我拿了几个那个枪炮库的弹夹。On your six。Copy that。这样在跑吗？对。好的，关掉了。已确认关掉了。哎，不要开音乐。最后。来了。压制他。你 down？ AK 声音是谁？知道你拿 AK 吗？我。哦。对。Blackout， 别进去 ，Blackout。Blackout。OK， 我最后面。Clear， 机头 clear， put down， one down， 对啊，你右手，左手是我，我在你左屁股后面。I'm on six。Loading。哇操！哦，是。Two down。还有，没事，他投出来。Loading。感觉好他妈毛是反恐啊！因为没人质，人质都没有人质这里。Yeah, 我在你们的左边 ，OK。操！对，你们要下去吗？对。给我闪光弹下去啊！那个站楼清了吗？站楼。这边别走，这边驾驶舱。你甚至想稳一点的话，你们可以。
哦，驾驶舱清了没有？驾驶舱没有，我们没走驾驶驾舱驶吗？舱清掉了，驾驶机头那个位置我清掉了啊。驾驶舱，你是说那个头顶那个房间吗？没有清。走，我们到了，先从往上走。好的。哦。啊哦。我想开灯。那个猫对啊。从这里能上去。太吵了，这个，现在的处境很微妙。你们机头小心，有两个人要进来。根本懂。我还是晚了一步，我还是晚了一步。操！外面不是清完了吗？怎么还要进来呀？他们走外面出去了，他们走出去了呀。哦，走出去要进来。他们从那个，他们从货仓那里走出去了呀，然后又从机头那里走进来了呀。行，你先上。飞机外面的杂货杂物那里还有一头钢筋。就剩两个了吧，如果没弄错的话。对，嗯，我们走吧，下去吧。其实从机头可以看到他，先走。不过你们真的吗？那就挺有意思的。机头往下看，左侧。我看到了。没看到。哎，还没打，打腿没死。死了，最后一个在货仓，最后一个在负一楼货仓。走，过吧。爆点，走。走啊！至于是哪个货仓，我们就不说了。对，至于哪一节就不说了啊，就只是告诉你他反正他就是在货仓。再不打死他，你就太丢人了。嗯，你嗯了，你嗯了，嗯。你嗯啊？我不嗯啊！啊！哇哦！啊！我操！在这，在这。走，我用手弹下去。中！会不会炸伤？你要补了。它是破片，是很容易炸上来的。分开啊！志涵，你去右边。对，分开，狗狗。去右边，去右边，好，走。反正不要担心自己的另外一边，只要另外一边没开火，就代表绝对没有人。我走左边。Okay, clear. Nice, 在那边原来。运气好哇！运气好，我还补枪嘞。啊，运气好，我还补枪的耶。哎呀，我忘记看我刚刚打死了多少人。